梁生，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？是上海蜜桃影业有限公司出品的现代情感剧，由刘俊杰执导，钟汉良、马天宇、孙怡领衔主演。该剧是根据乐小米同名现代言情小说改编，讲述了江生与程天佑、梁生之间百转千回的故事。程天佑演员钟汉良，程氏集团大少爷，娱乐公司董事长，拥有出众的相貌，让人敬畏的气场，外表冷酷，内心稚气痴情，是天神一般的男子。在江生寻找爱人的时候，陪伴左右，日久生情。后因梁生患了癌症，江生为了拯救他选择离开天佑，天佑绝望伤心之下选择成全爱人，放手离开，最终与爱人相守。梁生演员马天宇，清俊温和的白衣少年，是势力庞大的程氏集团的三少爷，是江生心中的雪王子，深情专一，时而腹黑，只对江生一人温柔，深爱江生，从小将最好的东西都给他，愿意给他自己的一切，甚至生命。江生演员孙怡与梁生是一对伦理意义上的兄妹，惨淡的家境和生存的压力让妹妹江生彻底的依赖与信任哥哥梁生，并不知不觉堕入了违背伦理道德的情感漩涡中。后梁生因为一场车祸失踪，江生苦寻未果，天佑始终陪伴左右，最与其相恋。后因为梁生回归后患了癌症，为了拯救他而放弃自己的爱情，陪伴梁生身边，在其治愈后才离开追寻真爱。程天恩演员于朦胧，程天佑的弟弟，小时候和哥哥玩，因为程天佑的疏忽失去了双腿，从此与轮椅相依为伴。他是除了江生之外唯一一个可以牵制的了天佑的人，因为愧疚程天佑对他出奇的好。宁未央演员孟子义，未央和江生原本是闺蜜，而后钟情于江生的哥哥梁生，一直被这段感情困扰，更是苦等梁生七年之久。这期间更是做出许多疯狂伤害自我的事情，被小五演员鲁诺，江生梁生的发小，喜欢小九。宁静演员王志，宁静自15岁认识天佑开始，就把他和妹妹未央一起当成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宁静也是天佑第一个想为之披上嫁衣的姑娘。后宁静为了妹妹未央做错事情，而最终未能与天佑走到一起。苏曼演员黄玉玲，天佑公司旗下艺人，前女友，深爱程天佑。陆文俊演员张小晨，梁生同父异母的亲生哥哥，被宁未央设计强暴了江生。金玲演员王鹤润，帅气的女记者，江生最亲密的朋友，金玲纯粹的保护着江生，为江生出谋划策。他又执拗的爱着程天恩，面对自己的爱情困境选择等待和坚守。小九演员李梦，剧中最令人心疼的角色。八宝演员王一哲，喜欢北小鲁。刘俊杰导演于开机前一年便积极投入到了剧本的创作当中，并走遍巴黎、香港、三亚等多的看景，只为能高度复原粉丝心中所描绘的经典情境。该剧是戏剧之人刘俊杰与钟汉良时隔两年之后再联手，二人对再度合作都抱怀相当高的愿景，并灌注了百分的用心。于朦胧在拍摄该剧之前因拍别的戏导致腿部受伤，在该剧中他也需要坐轮椅，堪称无缝连接。程天佑是书粉心目中神级人物，钟汉良出演给广大书迷粉丝吃了定心丸。梁生由马天宇饰演，制片方蜜桃影业给了他就是梁生的评价。2016年9月4日该剧于浙江开化开拍。2016年10月底于朦胧进组，钟汉良于2016年11月初进组拍摄。2016年12月该剧协同众主创转战巴黎实地取景拍摄。2017年1月20日该剧正式杀青。音乐制作刘俊杰，导演力央音乐家林海亲自操刀全剧配乐，
两位宗师级人物对作品的创作理念达到了高度统一，王宅组合的化学效应让人倍感期待。谢谢观看，欢迎订阅。